黄道真的出来了，我出来跟我画的一样的。我当时黄道问了我的，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？哇，这原来是个梦啊！我那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，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，满脑子都是他。有一次接到一个订单，5000张，一个月必须要完成700-800张。未来为期有钱有幸，全部调整。OK。我感觉接了订单，你做啊蛮蛮好啦，这样往前好来啦。一直坚持画梵高的画，这样下去的话，有必要去欧洲梵高美术馆去看一下。真舍不得啊。那边也看不到什么，全部都是这个田野。那里就是梵高的，哎，我客人就是在那里，那个就是我画的嘛，你看我画的画的全部在那里。540，他就4000人民币。但是为了收，我是以画来支持所有。那梵高画的也是为了生活，只是他没有。现在走的就是梵高了，因为现在变成梵高了，好有感觉，好像梵高了，吓死我们了。